唔知点解会有咁多单噶？上网买 golf 棍又靓酒，你识打 golf 咩？老婆，唔系，系老婆大人，我冇上网买嘢啊！哇，仲用 email 登记外国交友网站添，老豆呢个你又点解释啊？吓，我点敢啊？想死咩？咦，仲上网买咗套蓝色波衫？哈哈哈，唔好意思，系我用咗个仔张卡同埋 email 啊。我老板呢个家庭系咪好盏鬼呢？仲以为佢啲资料俾人盗用咗添。其实老板可以装个 HKBN SafePass 嘅手机 app， 佢有个 ID Protection 嘅服务，结合人工智能同暗网监测技术，主动侦测你嘅个人身份资料，好似电邮地址啦、信用卡、银行同护照等等。一旦 check 到怀疑资料外泄，就通知你。吓，你哋个个都知道。是你不知啫，上香港搬运网站订阅 HKBN Protect 全方位网络安全方案啦。手机、平板同电脑都用到噶。而家订阅 HKBN SafePass 都是每个月28蚊。上香港搬运网站或者打3498-3498登记啦。唉，阿爸，你咪谂住出去打波啊？我有嘢同你讲啊。